啊，我是死了吗？猪呢？说话的，要睡戴耳机睡行吗？干嘛嘛，包子，算了算了，别在屋里去闹。姐姐帮你找着了。干嘛呀？行了行了，别吵了，大家同事一场也算缘分。哎呀，坐下来歇歇吧。我坐这陪他吧。希望别影响到考察吧。没事没事，大家不用紧张，没事的。请大家坐好，系好安全带。
教授，帽子，来，等等，还好，这可是我的命啊！走，哎，这么大的飞机，只剩这么一点人了。刚才发生了爆炸，飞机应该是解体了。整个保安队就死剩我一个。种群研究之旅要变成亡命之旅了，就剩下我们这些人了吗？我已经数过了，不算死人的话，应该就是了。已经飞18个小时了，哎，这里没信号，你们只能自救了。我们是不是再也回不去了？不会，叽叽喳喳干什么？跟那小孩一样。怎么没见你摔死？你说的是人话吗？再说一遍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哎，好了好了。一场都是，别吵了啊！哎，和气生财嘛。我估计快要天黑了，我们赶快去找些可以烧的，不然等晚上降温了，我们是撑不住的。一个破生物专家，别瞎指挥啊！在这装老大，我现在谁的命令都不听。哎，有功夫吵架，还不如赶紧去找点物资吧。是罐头啊！大家赶紧回机舱吧！哎，我去那边再找找啊！钱呢？钱，别跑啊！这可是欧元呢。天哪，生个火堆！哎，啊，现在如果有烤串就好了。哎，钱兵呢？钱兵去哪儿了？啊，刚刚我还看见了呢。撒泡尿都1个小时，麻烦死了。啊，我们去找他吧。啊，我们走。火把。古代啊，火把，火把不光照明，还有很多用途。切，毛病。行啊，你们去，我陪静文。静文要乖了。嗯。我讲一个9527的故事给你听，好吗？钱斌，老钱，钱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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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钱，钱斌，钱斌，老钱，跑哪儿去了？钱斌，钱斌，钱斌，臭小子去哪儿了？钱斌，老钱，钱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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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钱斌，钱斌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是老妈。啊！快看，好可怕！紫砂，怎么办？这塔怎么这么高啊？别怕，看他的眼睛。害怕会被老妈发现，现在冷儿不敢过来，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怕火。他该不会想要过来吧？走了走了。灰机枪，赶紧走，别动。如果被冷发现你害怕，就会扑过来。难道原地站着等死啊？我在这儿。好了，狼走了。多点几个火队，快回去，快啊！快跑！等等我，快！吓死人了！哎，外面那什么玩意儿啊？狼，一定是狼！我们差点被狼吃了。那不是一般的狼，它有两个下巴。整个下颚都裂开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同类型的动物化石。我在想，有可能是某种原因导致基因变异而成的。基因变异啊？巨狼吗？啊，对，它长得好大，吓死我了。如果不是单独的基因变异，那肯定就有一窝群体变异的巨狼。好，好，一窝。说来听听。哎呀，基因师傅，可能是新的亚种。北极野狼通常都是五到十只组成一群，就算它们变异了，也应该还是群居动物。到了冬天，狼群的数量就会增加到30只。30只。为了方便捕猎大型动物。可是刚才攻击我们的就只有一只，所以我在想，刚才这只变异的巨狼应该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族群。一会儿那个狼袭击我们怎么办？狼群都有很强烈的领地意识，如果过去这么长时间的还没来，就意味着这不是他们的狩猎范围了，我们暂时安全。30只啊！哎，真是太可惜了。没有拍下来，没有记录下来呀！哎，教授，都什么时候了？如果我们刚才后退，那今天晚上狼群就会集体出动攻击我们。今天晚上我们要轮岗，1个小时1次，我先来。我来，你休息，别睡着了。一起在阿尔卑斯山做狼群研究的时候，遇到了雪崩。我们一起滑落悬崖，结果我没能把他妈妈给救回来。那串手链就是他妈妈留给他最后的礼物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，连我也不怎么理睬，雪也没发上。
我只好一直把他带在身边。我多想再听他喊我一声爸爸。教授，早点休息吧。我想多看两眼。啊。教授呢，包子。教授呢？教授呢？教授呢？糟了！教授，师傅，干嘛？教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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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傅，教师傅你在哪儿？教授，师傅，教授，师傅，教授。教授，他不会就这样扔下他必须滚的，他肯定已经遇害了，师傅，师傅，这是巨狼的脚印，一定是他们回来过。所以教授就是被……这里危险，赶快回去，快走啊，快，快回去，走。宁教授死得好惨啊！哎，你不是说轮流守夜吗？人呢？死了。哼！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问题，是我害了他。宋武，我是我不好，我是我睡着了。经过了昨天晚上，他们的胆子应该会更大，很难保证今天晚上不会再出现。天启，我们还剩多少柴火？我想不够明天的了。如果到了明天，救援队还没来，
我们都会死在这里。不如赌一把，我们离开这里，同意吗？好，我同意。那我们赶紧收拾东西，走吧。哦。前面树林下，后面有个倒桩。静雯，静雯，没事吧？你们听到了吗？他们是把我们包围了。快点点火，吓跑他们！快点啊！对，来这边，这边。坐点。愣着干什么？快点点火呀！点个屁呀！都是湿的，怎么点？那怎么办？我有汽油，赶紧啊，宋武！曹操，他们要来了！好像是卫队啊！你别吵啊！快呀，火呀，快呀！快！着了！谢谢！那我们以后该怎么办啊？躲得了就躲，躲不了就跟他们拼了。暖暖身子。你这人怎么这么自私啊？因为我想活下去，
我不想在这儿喂狼。你怕了？我怕，要怕也是跑得最慢的那个吧。大灰狼来了，要吃也是先吃你。说话呀，小哑巴。别再刺激他，听懂了吗？气味，快快抓紧！我听到前面有石头声。到了到了，来！哎，小心啊！好高啊！怎么办呢？我们下不去啊！哎，下面有条小路，能走吗？那个是悬崖，在这里都能听到水流声。这条河一定很大，如果朝着这个方向走，应该可以找到人。我们可以做一条绳子绑在这里，就可以从这里下去了。会不会不安全啊？是有危险，但是没有选择了。前面是路，后面是狼，你们选哪一个？我们拉着你，到了之后你就拉一拉绳子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千万要小心。准备好了吗？来吧，来，
加油啊！摔死了也好过被狼吃啊！安全了，你们下来吧。你们谁先来？我来吧。没事，一会儿你先走，姐姐看着你。我的，来下一个吧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来，别怕。来，静雯，过来，手举起来，知道吗？不要怕，千万不要怕。来，待会儿先走，我殿后。你先走，我来给你拉绳子，你在下面接我。小心点。好，到了。小心，没事。妈呢？没事的，下来吧。别怕，我们一定会走出去的。来，把绳索给我，我们绑在一起。来，这就不怕了吧？来，别往下看，拉着我的手，别往下看。娜娜，别往下看，拉着我的手。雪就要来了，咱们得赶紧走。来，静雯，慢慢来。娜
走出去的。你先走，我来给你拉绳子。不要放手。你在下面接我。振作起来，快呀，快走，走啊，进啊，走，走，走。啊，静雯。是不是快到谷底了？我们这里离水面已经10米不到，坚持住，快啊！风实在太大了，走不了了。下面雪一定好，这里只有10米不到，来，我们跳吧。静雯，啊，静雯，啊，你没事吧？宋武，包子，怎么回事？你终于醒了，你昏迷两天了。哎，是族长救了我们。Thank you for saving us。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。你会说中文啊？40年前，西伯利亚突然来了一支科考队，里面有会说中文的。科考队，他们还在。有一天晚上，他们连夜搬离，那个实验室就变成了狼窝。你指的是那些巨狼吗？科考队来之前，那些狼可不是这样子的。那个狼窝就在那座山上。哎，组长，我看那些狼群活动的范围，也接近村落啊。你们是怎么抵御狼群的？走，我等你们去看。你们看，狼群的栖息地就在这个山洞。对，他们白天不会出动，晚上才会出来。晚上我们会在山洞外围点燃起火圈驱赶他们。可是随着狼群的势力壮大和不断的变异，火圈已经开始对他们无效了。近年来，这里已经有好多村民都死了，这些都是那些人撤了以后我们见到他们留下来的装备。这有枪，这个枪，这不是98K 吗？这边还有炸药。有了这些武器，我们就应该不怕狼群的骚扰了。可是我们不会啊。我会，我教你们。我要把你们这些杂碎全给干了。
兔死又怎及卫星电话？打呀！没电呢，我们找找看有没有电池，快点！怎么样，找到了吗？这科考队什么都有，就是不留个电池。这里信号太差了，到外面去。明天早上再去吧。我们有枪，趁着现在有信号，明天就难受了。帮我照顾静雯，带上这个对讲机。啊！注意安全，我们等你回来。这火怎么灭了呢？
金文，你待在屋里千万不要出来，我去外面看看什么情况。啊？准备好了。
有信号了啊！喂，喂，能听到吗？喂，我们四个人啊，不对，我们20个人。好，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定位了，我们后天9点来接你们。后天早上9点。好，耶！我们有救了，有救了，有救！志英，金文被狼抓走了，就在刚刚，狼群袭击了村庄，好多村民都死了。金文。静雯，为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的孩子也被抓走了，要不是有人激怒了狼群，狼群是不会袭击村庄的。是报恩，就是报仇。我要去狼穴，你会死的。那是我的女儿，我们去帮你。哎，你们看，这是武林市画的地图，静雯应该还在狼穴里面。要想把静雯救出来，我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方法，我们正面进攻，把狼群全部杀死，再进到狼穴里面救出静雯和孩子。好，干就完了。回不回？太危险了。我还有第二种方法，用它。这个是热源探测器。记得之前组长曾经跟我们说过狼群白天不出洞的习性，我们应该一早就到洞口用肉干制造诱饵。你们俩再用热成像生物探测器，只要一观察到狼群离开巢穴，我们就进去，我去救静雯和小男孩。等狼群来到食物陷阱，就由科考队留下的炸药把他们炸死。能探测到啊，目标已经全到 B 点，可以继续进入。收到。我现在进洞，照计划进行。怎么说？炸！嗯，嘿嘿。你有没有听到爆炸声？没有啊。没有？妈的！炸弹失灵了。炸弹的引线断了，被狼群咬了。哎，狼群往宋武那边靠近了。宋武，赶紧撤出狼群，撤出狼群！狼群又在往你那边过去了。不是说计划成功吗？炸弹失灵了，没时间解释了，你赶紧离开那里。不行，我一定要继续往里走。救我女儿！
宋武，赶紧从狼穴里撤出来，赶紧撤出来，宋武，快跑啊！群都散开了，宋武呢？他动了。不行，我得去帮宋武，我得去帮他。哎哎，这是核试验基地，这是核废料、核武器。之后我们会发射一颗信号弹来确定我们位置。嗯，行，
那他跌昏了。是火炬救援队，他们找到了我们的位置，正派人过来。好啊，我们回来了。米阿米哥，怎么只有你和他回来了？包子和你女儿呢？我没有找到女儿，而且包子他，我在。包子，太好了，太包子，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没事。国际救援队打来电话，我们可以离开了。包子，你的背怎么会这样？包子，是狼。包子，不要难过，总是要有人打掩护的，总是要有人走在前面。之前总是让你耍帅，现在终于轮到我了。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，你一定会没事的，没事的。我有没有事，我自己知道。兄弟，我是不是英雄？是英雄，我是英雄。是英雄。我从洞穴出来的时候，我看见静文了，他躲在角落里，但是包子叔叔救不了他，你要救他回来。包子，包子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真的好没用啊，我真的好没用啊，包子，我对不起你。我对不起你啊！我来，你休息。我对不起你。包子，包子。包子，这群巨狼有了智慧，抓孩子是要用他们当人质，引我们进洞决一死战。我们不去，他们就还会再来村庄，这一战躲不掉的。天行，你带着村民在洞穴安装炸药，我趁乱进入深处救我女儿。我如果进去之后十分钟还不能出来，你们就引爆炸弹把洞炸了。记住，千万别等，就十分钟。
这是静文留下的线索。Adios！卫兵，线路接通了吗？卫兵，按我说的做了吧。做了。现在开始倒计时，十分钟。静雯，醒醒，醒醒！啊！嘘！怎么样了？十分钟了，谭特曼还没回来。我相信他一定会出来的。
伤着吧，没事就好。白帆。